未来三六零给你全方位的好天气。大家好，我是韦静。最近这几天呢，天气状况真的是很稳定又很舒适哦，气温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。预计呢，这样子风和日丽的好天气还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所以呢，在礼拜四，全台各地呢，依旧是这样子比较稳定又舒适的天气形态。只是呢，气温的部分会越来越温暖了。预计呢，在礼拜四中午的高温呢，有机会站上三十度，变得非常的温暖，甚至有一点点闷热了。所以提醒您，哦，建议您在里。 白日出门的时候，衣着的部分呢，以薄长袖或者是短袖为主就可以了。只是呢，清晨和晚上还是有一些凉的，早晚外出要再搭配一件外套才会比较足够，才不会着凉喽。另外呢，最近不仅是天气稳定，太阳也很大，紫外线也是很强的，所以建议您呢，外出的时候也要记得勤加防晒，做好防晒的工作，才不会晒伤晒黑喽。好，目前呢，台湾附近的水汽量真的是非常的少，湿度很低，而预计呢，这样子湿度比较低的情况呢，会一直持续下去，所以在里。 礼拜四呢，全台各地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朗的稳定好天气，全台各地都可以见到阳光的，就连东半部地区呢也有阳光露脸，天气状况很舒适，很不错、哦。所以大家呢真的可以好好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，多多的外出走走，晒晒太阳哦。不过呢，提醒各位了，清晨和晚上呢会是比较凉的，各地的低温呢会来到了十六度到二十度左右，真的是比较凉，比较冷一点点的。所以提醒您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了。而在中午的高温部分呢，其实一旦阳 阳光露脸，气温就会回升的很快了。在中午的高温呢，各地都有机会来到二十七度到三十度左右，暖乎乎的感觉哦。所以呢，预计在礼拜四，日夜温差也还是蛮大的，都有将近十度，甚至是十度以上。所以提醒您要多加留意您的穿着了。再往外出要记得搭配一件外套，中午的时候包长袖或者是短袖就可以了。最后呢，要提醒大家，建议大家的就是呢，最近不仅是天气很稳定，湿度也是相当的低的，所以真的可以开始把一些冬天非常厚重的衣服拿。 出来洗一洗跟晒一晒，准备收起来了。像是呢，最近这段时间湿度比较低，衣服呢晒个半天，通常就会完全的干燥了。所以大家呢，真的可以好好的把握这样子的好天气，稳定的干燥天气情况，晒洗衣物，或者是呢开窗通风，让自然的除湿机帮家中呢除湿一番吧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，我们明天见。